为什么我从村口走到我们家里，所有人都对我指指点点的？啊，你都跟人说什么了？我李根富的女儿回来种粮食了。我不回去。嗯，要让他们的心回家，这才是咱们要干的工作。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也太难了。我也准备回来干农业了。不管是你还是我，都有很清楚自己的心之所向。主要我爸把抛光的地他全部揽自己身上，看着我心里头难受。咱们两个一起给瑶瑶保家王。如果那里需要我，我是不是可以回去让那里变得更好？现代化机械化的种植就是我想干这件事情的决心。庄稼要种到地里，这心里头才踏实。这150亩田地就交给你了。你找到你的心之所向了？我呀，